四人贵，你出去真重，关关有好汉，坐坐幽灵人，所以我知你要落回天界山，故意冲开地形，等你落来，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。地球娘娘，这点袂定。方才你所吃落的米粮、米好、米牛，乃是天界生物。现在你已经有一粮二好九牛之力。啊！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将石洞内迄尾青龙给放走。现在迄尾青龙已经到辽东作乱了。在这地下，十里开，欠这地形，到底这是凶，或者是吉？我看你若唔派一个人，就去探这个地，就知影这内面有啥物妖怪在咧作乱啊！哎，将军，你到月二号营去钓伊死咧，下这所在。志明，大哥，你意思是讲要叫伊四林贵落去这个地下？我要看四林有啥款的本事。万一伊若死在地下吃，祝福伊的命有确定。总管，严令，就是伊叫我。有什么胆识要反？是哩，咱大军来到天界山，忽然间地理也显出一个敌人，阻碍着咱大军前进。我看这地的基深是无比，内底必定有啥款的异宝。我是讲要叫四弟你落去也探一下，我着记你大功一件。大哥，你看，这个地下深不见底，这路去收过头危险，你爱考虑。对，大爷啊，我看吼，你唔通落较顺啦。怎样？你是不是敢落去？小的做命。来，准备绳索甲吊篮。大哥，你袂用去。大哥，大爷，袂用去啦。哎呀，钟兄弟，你免问我伫遐担心。生死是由命，我若无落地下落去看，哪会知内面是有啥物物件呢？是，卖去讲，准备。来，你嘛跳。我来。
大爷，较顺利咧。大爷，大爷，顺利哦。别激动，有我哩好。老公，你休息嘛。好，我帮你来。好。耶，大哥，快点哦，我帮你来了。好。袂当起来。是啊。哎呀，大哥，迄、那个地下是深不见底，今日人甲摔落去，绝对无生还的机会。嗯。起来，起来。嗯。我看损失一个火头军，也无什么可能妨害啦。吞下去，将大军弯路向家社进发。班长。带领。求大人允准，予阮兄弟踮咧遮加等一两工啊！阮大兄就是死踮咧地下内，嘛着爱将伊尸体找倒转来，找倒来安葬才对啊！求大人允准，大人啊，大人！好啦，我准恁去找尸体。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我看，四林贵一定是死啊！
你是？我乃九天玄女师啊。地主四灵鬼，报见娘娘千秋。四灵鬼，你出气真重，关关有好汉，济济有灵人，所以我知你要落回天界山，故意冲开地形，等你落来，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。祈求娘娘指点迷津。方才你所吃落的米粮、米好、米牛，乃是天界生物。现在你已经有一粮、二好、九牛之力。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将赵东来迄尾青龙给放走，现在迄尾青龙已经到辽东作乱了。一个青面红手的人，就是你所放走的那位青龙，你已经用出兵制服伊。女将名叫郑天宫，再加五支的传魂阵，那位青龙善用九曲飞刀，你用出阵直可破伊的飞刀啊！多谢娘娘恩赐。这只战袍名叫水火袍，穿在身上水火不侵。这本兵书就是设计孙武主所写的孙武兵格，内中所记载带兵的作法，以及种种阵势破坏，望你用心监督，稳固敌心。多谢娘娘。凭你的本事，再加上这五件的宝物，跨海沉重，一定会凯旋而归。得报之书，献计不可泄露，助你一阵清风，送你出地穴。我已经搬来第一天啊，搁呾无半个消息，你第一个现金，你哥啊，阿个大爱阮无望啊，拢是张世贵这个狗官，别人唔叫，偏偏要叫咱大爱，咱大爱若真是发生不幸哦，那张世贵哦，迄个头我一定要把剁起。向仁泰，大爱嘛较小心的。你小心叫王听着，王听着就王听着吧，大不了是病了嘛。大哥啊，我透早后听总管在讲啦，讲明仔透早，讲着要街道袂行啦，啊，咱住也袂起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我看咱公公坐在那，这不是办法，我要落来探看嘛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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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